它不是一个天空之城就飘在那里，它是要楼梯一阶一阶搭上去的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像高老师跟我在常常在讲？ 大家都懂要做什么，可是我们每次到教室去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得好心急。你怎么自问自答呢？有没有看到三只小猪？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下一页。他们在做什么？盖房子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的中文够好了，不要再练了，请你把机会给孩子。我们现在会继续玩你的手机，反正不让你们玩，你们也是会拿出来玩的。 第一个就是先到这个刚刚你们，我很开心，刚刚高老师已经练习过了，所以你们已经知道了。你们现在全部到 mentee.com， 哎，为什么看不到？